脚干脚裂好多年了，各种办法都试过了，没想到真的太神奇了。就是这个小东西，还有很多中国人不知道，一到夏天脚后跟干硬起皮，特别难受，穿凉鞋都不敢。它是专门针对脚上各种问题的，呵护不伤脚，脚丫子滑嫩嫩的。现在我们厂家直销不为赚钱，只为赢个好口碑。您脚上也有死皮老茧去不掉的，可千万别再花大价钱去足浴店办卡了，现在都可以自己动手轻松解决，干嘛花冤枉钱。就是这款吸尘磨脚器，打开开关随便推推，去除脚部死皮只要几秒钟，而且也不用担心划伤皮肤。我良心推荐，没错。我给你一个承诺，如果说你买回去，你觉得效果不好，不满意，七天，不管你用还是没用，你给我退回来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多少还是了解这个东西，你们买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吃亏啊，你们绝对不会吃亏。我们是厂家，知道吧？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，你放心下单。